早上好，现在已经是10点半了。这是我来伦敦的第二天，今天是26号，然后是英国的 Boxing Day。Boxing Day。我们现在要路过 King's Road、Sloane Square， 还有Harrods， 还有 Harvey Nichols， 去看看大家 shopping 的场景。我发现了一个问题，就是来伦敦以后你要学会闯红灯 ，because 没有人看红灯。好的。我们在闯红灯。看到了一个油桶。我们也许过了一个假的 Boxing Day， 懂吗？对啊。哦，这个是 Harrods。英国特别有名的东西叫 Handlers， 就是一个野餐盒，里面会有各种饼干、果酱、茶叶、酒，然后用一个这种。坐伦敦地铁，这一站。你回头看，你再回头，再回头，再回头，看，哇，很漂亮。那边是 Chinatown， 我们今天先不过去了。傻，哦，晕菜了。然后